先弄个男的。好，来，先把 Keyman 找出来下一题。那个小林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怎么样？你要走，我做 Keyman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跟美兆姐站一块吧。啊，来，好，美兆二站。现在是第二题啊。好，来，我们要站不一样的。好，一样。来，准备30秒。哎，计时开始。哦，啊，我知道，那个古代衙门有这个东西。哎，是吃的。古代衙门，无聊的时候可以用。这个是衙门桌子上的东西。无聊的时候。电池的，电池的，电池的。好，人一定会用到的东西。陈德成还没讲。而且也是电子的。哦，好，最后5秒，再有二十秒，四，随时随地都有。3、2、1，好，再讲话，来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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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马上我们的第二题，谁是老鼠屎？姜伟文 ，Ready Go。喂，哎，对，洪先生，我跟你讲哈，哦，我再跟你联络哈，我先不跟你讲那么多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待会我老婆打来，不要接给我哈，听到没有？我老婆打来，不要接给我。哎，喂，啊，找大哥啊，啊，大嫂哈，大哥大嫂打给你。喂。是，我马上就回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马上马上，马上就回去了。啊，好好，谢谢。啊，我刚跟你说什么？大嫂打来不要接给我，你说了什么？你说好？你是猪头啊你！你是猪啊！你是猪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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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好用啊！带回家。好，可以吗？这是什么？以前的黑金刚手机啊，就可以打人，就可以讲电话，非常爱用。嗯，大哥都喜欢用这个嘛。嗯，对不对？很好。水壶是？水壶怎么？就水壶，我们现在叫水壶嘛。黑金刚叫水壶是？哦，对啊。水壶那时候我可能还不知道，我知道它叫黑金刚了。哦，对对对。OK 吗？可以，可以吧？因为蛮像的嘛，可以放大缩小嘛。你要弄现在一般的行动电话也可以啊，四方的嘛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它那个 size 大到让我想到那个黑金刚那个年代。好，嗨，所以这个是黑金刚，这个答案恭喜你 ，pass。下一位，好，叫起来。下一位，下一位啊，该你了。好，嗯，开始了，哎。哎，什么？今年手气真的很背耶，怎么，哎，还这么烂呢？哎，小七。哎，橘子呢？那我要吃一口。对呀对呀，我碰。碰什么碰啊？我服啦。一张牌四张都要。竞争是又输了。怎么样？就这样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表演的东西呀。这什么东西？你要讲出来啊！麻将。麻将都看过长的麻将啊！哎呦，拜托，你再把它缩小一点，就很像麻将了吗？不，演个摸牌给我看。哎，拿那个道具。求定。哎，这样把它磕成万头条，不知道多好玩。这很难摸吧？我洗牌洗半天，洗6个小时。顺便去脚趾，他打10把手都脱臼了。对啊，一把自摸一把手扎断了。缩小嘛，你可以联想，我们这不是都是靠联想的？是是是，麻将。麻将。好，子兰，恭喜你。哎，谢谢奶哥。哎，叫上伟明哥。我要演8个了，快，各位！我可以自己演一个吗？精彩的，行不行？我们现在都要看8个。好，好，开始啊！嗯。哎。还是禁烟的，华氏禁烟啊！赌碰打火机。我还喝。你刚说什么？华氏禁烟啊！华氏禁烟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公共场合不能抽烟。好，不，对，应该应该，这为了健康，应该应该应该。不能啊！对对对，应该。但我把那个，我把那个打火机火柴盒收起来啊。嗯。
噔噔啊啊，不好意思，接电话接电话。喂，哎，没有没有，我在那个华视。没有啊，现在就很无聊，因为不能抽烟。对对对。什么？真的吗？好，我刚好录完，我等一下洗完澡就过去。录完洗完。没跟我录完，我首先啊，来，拜拜拜，来走走走走。没事没事啊，哇，这去角质的没事啊，水晶水啊 OK 那个想牙是不用的吧，想牙洗出全身血来，我跟你讲啊啊，棉花棒呢，棉花棒啊，棉花棒，哦，吓我一跳好烦哦，要演几个永远照都不会算。哎，健身啊，那个赤壁殡仪馆，到了，对啊，好，告诉我，他人在哪里？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会的。我小人管。那你就安心的走吧。什么？来吧。没有，把它缩小了嘛，对啊，画面看起来就 OK 了嘛。什么？你要把它抬关？好。因为我一个人只能抬这么一点点。哥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哦，今天忙得好累啊，不要吵了，还有啊，不要吵了，我要睡觉了啊。真好。好了，演完了，没有八个吧？没有八个，差一个，差一个，差一个。啊，所以你要用哪一个？我演什么？演肥皂、电话、棺材、打火机、那火柴盒。火柴盒。啊。棉花棒。棉花棒。那个。你现在比较冷的好吗？比较冷的。冷的。不要讲话。棺材。棺材。这么四方的，对啊，美国人那个你看越战电影，他的战场棺材都是长这样啊。哦，那是临时棺材。不是啊，比方说我们要那个直立式，比方说你死在台湾，可是你要放到美国去啊，哦，也是那种，对不对？哦，很方正的那种棺材。就简单的嘛，对对对，简易棺材就对，这样够冷的吧？棺材里面都是冷的，冷的吧？好，棺材的啦，恭喜你。好，恭喜你，来，下一位。车来了。啊？哦，要接应。还没换，还没换。接车流。好无聊哦。天天跟刚刷那个啊，悠游卡，好无聊啊。玩一下好了。哦，昨天过关了，今天一定要闯关成功。跳跳跳！太吵了，不要做捷运好不好？不知道捷运上不能喧哗吗？没坐过捷运啊？干嘛？说跟康康在一起就这样子，跟你讲。电动玩具。好，哦，演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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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跟你演一下。演完了。什么 ？NDS 啊，电动玩具。好，这样。像啊 ，PS 啊，还有那个任天堂的也有点差不多，对吧？好，所以电动玩具，是不是？嗯。大丹，恭喜你！下一位，叫下一位。下一个，叫下一位。你叫下一位。我帮你叫，我帮你叫。哎呀！机舱啊！不是我，我站很远。我站很远。不是我，是林美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只是叫你起床。你放松完了，说没有。没关系。这次这趟，老师、各位同学、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今年十月初上旬，很高兴我有机会能够回到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的一个地方，叫做九州福冈福岡。